okay. Everybody feels kinda weird some days. Hey, hey, it's okay. Everybody feels kinda weird some days. You don't have to try to please nobody. You just gotta try to please your own body.今天的穿搭是以绿色系为主，然后搭配了白色的袜子，然后金色的项链和包包。最近很喜欢一些金色的单品，然后鞋子是这种金色的亮片，包包的话就是一个线圈一样的设计。这个是今天的穿搭，然后这个是一个 Vintage 的 CDG 加上一个 Big， 然后裙子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古着，就是一个蓝色袜子，还有就是那个 21 的金色的鞋子。色一点的，我猜这应该是墙上没有一款，随机搭的，其实很可爱。点第二杯气泡水到啦，然后这个吸管是荧光绿色，我买那个戒指很大。我已经开始吃了，它这个冰淇淋球，然后加的有一些糖果片。然后有软糖奥利奥，然后有橙子的装饰，还有一些蜡烛。